我双膝沾地，从此耿家就是我的仇人。人亲我一分，我薄人三分；人敬我一尺，我还人一丈。朋友也好，仇人也罢，我让你知道，在乡木镇地界，说话办事要恭恭敬敬，掂掂分量。 听见了，这男人你认识？走，走！我就在这儿，我哪儿也不去。 只要求给我一间房子住就行，我愿意伺候老爷太太一辈子。明凤，别动！你放过我吧，我跟您没关系。我为你已经……我没有让你那么做。走，快走！耿佩奇，别动！我就向你道过歉了。所以你现在可以完完整整的出去。 大门关上了。啊，这院子立在这儿是动不了的，放走的那个人是活的。妈，他不就是湘君吗？怕他干嘛？我告诉你，我要是也没家没业的话，我会跟你一样的，什么都不怕。跟我来。 白镇长，那叫蒋克如的怎么回事？哦，他是个师长副官，师长喜欢明凤，他呢就把师长给杀了，然后就把明凤……那就是说你事先知道明凤有男人？那倒也不是，是您和淑贤要娶明凤。 郭掌柜，你说今天这堂亲是不是有些荒唐？就是，这人都过了门了。哎，天地高堂未拜，洞房花烛未起。待会儿让杨姑带他到内院去歇息，吃过晌午饭，我差人把他给送回去，就此罢了。 杨姑，耿培奇，你太不像话了，啊？哎，哪有把过了门的女人再退回去的呀？人在哪儿啊？
蒋克如就到哪儿去要人，我不是怕事，三天之后我还要出胆呢。这就是出胆的事大呀，什么事儿能比出胆的事更大？不孝，这是本来嘛，我今天就是为听一句到底还出不出胆来的。嗯，耿老爷和淑贤过得好好的，去什么二房啊？真是。叫我一声太太，我替我们家老爷给您赔不是了。他脾气不好，您别往心里去。少跟我来这套，明凤你们耿家留不住。我不留他，老爷也不会留。是吗？我跟老爷已经三十多年了，到目前为止他从来没有动过娶二房的念头，以后也没有。你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？耿家历来忠厚，从来不害人，但是也不受别人的威胁。可是你的来路不明，你就这么走了，我不放心。我的来路很清楚，几天前杀了长官，现在要带着明凤远走高飞。那好啊，咱们就是井水不犯河水。不可能，仇结了。我妈说了，我们耿家不受威胁，你听不懂吗？哎，蒋先生，那我给你三句话。第一，明天我就把明凤送到香木镇的白家去，他过去跟我们家没关系，以后也没有。你要有劲的话，就冲着白家去使。第二，蒋先生，你为他杀了人，还从军里跑了出来，实在真的不容易啊。可是这个女人要真的不跟你，你就是杀了你自己，那也没有用。第三，别以为你当过兵扛过枪就了不起了。湘西以西的百里都是我们耿家的，你要是留下，慢慢就会明白。不过我还是劝你远走高飞的好。说完了？说完了。听得清清楚楚。送蒋先生走。耿老爷，您可是江木镇的老大呀。什么话？你是镇长啊？哎，这一大清早的，半个镇子的人都看见我把人送过了湘西，这下午我再把人带回去，您说不用您送了，我已经差人把明凤送回去。你们两口子好啊，一会儿退一会儿娶的，一唱一和，真默契。白镇长，晌午过湘西，蒋克如是肯定要劫人的，所以花轿得跟着你走，明凤跟着郭掌柜走。我会让袁良再带一些人把他们送到下游渡口。耿太太，你想的倒是周到啊。我怎么会有你想的周到呢？白镇长，我现在才闹明白为什么那天你答应得如此痛快。原来你是把这么大的一个麻烦甩到我耿家来了。啊，
那好啊，现在我就把他原封不动的再把他给你送回白家去，以后你自己小心着点儿。过分。哼，我就是过分，也请您多担待。因为我们家老爷改主意了，他不想娶二房了。怎么？难道你要我逼着他娶？就到神园用饭吧，一大早过来肯定是饿了。白镇长，您倒是吃饭还是不吃饭？您要是不吃饭的话，您就启程，天黑以前我一定把明凤送到您的府上。那三天后出胆呢？那还按照耿家的老惯例吗？到时候您和郭掌柜还有十里八村的乡亲们呢，都一定要来的。哎，今年的胆税应该全部结清了吧？那我得算算账。哎，不用算，五年五把胆子，每把课税一成，一共是25000块大洋。你说什么？你说刻一成就刻一成？哎，我是镇长。哎，何况你们说五万就是五万呢。您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你看每年胆银上岸的时候，那箱子全是封着的，到底一把胆子能够卖多少钱，只有你们耿家才知道啊。那您的意思，耿家的胆子还不止卖五万？从前可一直是10万，嘿，怎么说变就变成了五万了呢？冷太太，你觉得好笑？这胆税该交还得交啊。哎，是啊，是太可笑了。不过白镇长，您还是忙着对付您自己的事情吧。明凤到了香木镇，我怕这两天您的府上就不再太平了。我拖累弟兄们了，大哥，人是我杀的，弟兄们要替我把明凤送到这儿，按说接下来的事该我自己办。弟兄们早就不想干了，有枪在手上还不如给自己卖命呢。对，自己干。再说你对弟兄们这么好，大伙一定帮你把明凤小姐给抢回来。有劳了大哥。这是什么话？你下命令吧，我们就上。已经不在队伍上了，哪儿还有什么命令？你帮我讲和荣一次，我就领一次情。你吩咐吧。太太，白镇长他们从前要走了。再待小半个时辰，你们出后门走小路，往下游五里，我已经吩咐人把船候在那儿了。元良，啊，你把郭掌柜和明凤送上船，你就回来啊。知道了妈。你可不许跟着船去香木镇，才三天没见到三福，死不了。都四天了。嗨，过清明，你们两个就回省城洋学堂去，一待就是两季，你还嫌不够啊？妈，不就是蒋克如吗？他要是敢露头，我非把他……我告诉你，他肯定冲着白富贵的轿子去。那天呐，在白府听淑贤说不出胆了，嘿，把我吓的。尝尝这醉鸡，哎，味道不错。哎哎，怎么能不出胆呢？嗯，
味道好，好吃。哎，哪能不出胆呢？要是没有胆子，您说咱们仙木镇还有什么？不是还有过季的烧鸡吗？那能跟胆子比？能跟卧龙比？听淑贤说他跟你一起走。谁呀？明凤啊。是一块走。那天我一看呢，就不对。耿家呀，有您在，名利双收，有淑贤在，内外打理的那是滴水不漏，还娶什么耳房啊？是不是？路上照顾他一点。哎，外可怜了。哎，是，是怪个。可人疼的啊，这姑娘，命不好。哎，你怎么了？他身上烫得跟火似的，可能是受了寒。太太，我没事儿，我能走。哎，杨过，哎，去帮他备匹马，马鞍上铺一床软褥子。是。不是我折腾。是老爷改了主意，只怪明凤命不好，怪不得太太。告诉我，那个蒋克如到底是不是你男人？我信你。太太，我什么都别说了，这回算是我欠你的。如果有缘，我周淑贤会偿还你的。
让你们活着走。把轿放下时，算你明白。克如，轿子是空的。湘西上游，快一点，也许你还能赶上。什么？你们都不把明凤交给我？为什么？明凤给不给你，我无所谓。现在你杀了镇衙的人，我想我镇八年没有血案了，我还杀你呢？这是民国地界，你敢杀地方官？说是抓一个江洋大盗，这江洋大盗干嘛跟白老爷过不去啊？论钱，这香木镇的头两位怎么也得是耿老爷和对面烧鸡铺的郭掌柜啊，对不对啊？这江洋大盗敢动耿老爷，耿家大院养着二三十条快枪不说，山外头
南京府的，东南西北各路大帅，谁不把着耿老爷啊？都要请咱们香木镇的胆子。哎，这耿家的胆子呀，这是结账十万块的。您这是仨子儿，这是五个子儿，这是俩子儿，一共是十个子儿。哟，嘿，您这壶酒才喝了一半儿，存着。您还来？有命在就来。瞧您这话说的，刚才对面那位姑娘是郭记的。哦，郭掌柜的独养千金，在省城洋学堂上学。瞧您也是个斯文人呐。酒账没结呢。爸，你前两天带我去看就好了，也让我看看明凤长什么样。他长什么样啊？他啊，三个字儿。三个字儿，真好看。可人疼。那蒋克如真不是东西，你说人家不喜欢也不愿意，他硬逼别人干嘛呢？他是没找对时候，要不是在耿家的大院里，他就是把明凤带到天边去都没人管。要我是明凤，你是我女儿，你少管闲事啊。明天出胆，现在还有一个时辰天就黑了，你早点睡去吧。明天早点起，和爸爸一块过湘西去七里铺啊。爸，蒋克如长什么样？蒋克如他就七喜，宗家，什么事儿？没事儿，你先下去吧。哦。蒋克如，我可跟你无冤无仇啊，明凤也不在我这儿。在白府我知道，但那里人多枪多，我去不了。您去一趟。我去白府，把明凤带到这儿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女儿在这儿。你要敢动我女儿一根汗毛，我豁了老命，我也要扒你的皮。香木镇的男人倒是都有血性。这是我的女儿，我就这么一个女儿啊。冒犯了，只要明凤到这儿，我绝不伤她，说话算话。爸，你去。不行，去。如果来的是镇衙的差人，那他的命可就是你自己害的。你只有一个女儿，我只要明凤一个人来。天快黑了，天黑前，郭掌柜，要架子不？孙太太，要！好，走着，俩子儿啊，俩子儿，你就知道钱，我又不是没钱。快，白风，停！快！养你们干什么用的啊？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蒋克如难道跑到天上去了？弟兄们已经找了三天两夜了，蒋克如可能已经离开香木镇了。离开？他为明凤把师长都杀了，他能离开吗？您别着急啊。他
是个亡命徒，他要的女人就在我的后院。大哥，大哥，抓着了没有？没抓到你回来干什么？快去。镇长，明天是耿家出胆的日子，跟抓蒋克儒有什么关系啊？镇长，往年耿家出胆的时候，咱镇衙不是都派些人过去帮忙吗？耿家的枪不比镇衙少，快去。啊，快去快去，走。郭掌柜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您呐。难得你还有这份心，不像耿佩奇把人往回一退，三天连问他也不问。耿老爷，他不是最近忙着出胆，这事儿都搅得一。来人，给郭掌柜看茶。不用了。明凤怎么样了？哎，明凤在后院呢。那我去看看她去。哎，郭掌柜啊，你这来是看明凤啊还是看我呀？我主要是看您呢，主要是看您。我也看看她。明凤不来，你真开枪打我？你就不怕我爸把镇衙的人叫来？你杀了他们两个人，白镇长在抓你。明凤不跟你，你要他也没用。只要跟定一个男人，日子久了就会习惯。女人都这样，你也一样。我就不信你敢开枪打我。我不想杀你，但别逼我。怎么样，这两天身子好点吧？好多了，谢谢郭掌柜送我过湘西。不谢，别怕，白镇长这两天正抓江克如呢。我知道我给你们添麻烦了。是麻烦大了，还不如跟他去了。啊，江克如，真的？这事本来就跟你们没关系，好坏都是我自个儿的命。那怎么行啊？要不你先到我那儿待几天，啊？你看这兵荒马乱的，这江克如如果真带着人打上门来，对你和对白镇长都不好啊。镇衙已经死了两个人了，那我更不能给郭掌柜添麻烦了。不麻烦，
我现在就跟白站长说去啊。不麻烦，不麻烦。你把明凤带走，现在就带着郭继去。我是看他在您这儿太危险。郭掌柜，想不到你对明凤也挺上心的。您可不能这么说啊！我是看他不是孤苦伶仃的，不是可怜吗？你说这话是真的？你看，我还能对他怎么样啊？明凤啊，要是在我这儿，蒋克如如果杀过来，好歹我还有个人能交给他。那您这医院的枪不是为了护他的？我护他？哼，没有他，我能有这么多麻烦吗？那就让他上我那儿去。蒋克如要来了，就说把他送到郭记去了。只要他自己愿意就行。那行，就这么着，现在就走。郭掌柜啊，想不到你一向胆小怕事的人，怎么突然间仗义起来了？我这不都为了您吗？哦，要不我派两个人送你们？不。你不怕蒋克如？我怕他个屁股啊！站长，有多远？不远，过两道街就是。镇长，蒋克如还抓不抓？他杀人了，你说抓不抓？明凤小姐让郭红孝给带走了，正好把抓人的地点从我这改成郭记，郭红孝自己愿意把这个麻烦揽过去。哦，蒋克如一出来，我们就……明白了。来人！哎，郭掌柜！郭掌柜，要轿子不？不要！别呀！您刚才还没给钱呢。今天不想给你钱，走！别的呀，您还没给钱。走不走你？走走。好了，你这是走。郭掌柜，我还是不去您那儿了。那怎么行啊？我就在路边随便找个地方坐，等蒋克如来找我。你想好了？跟他去啊。我哪儿也不去。这晴天白日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天一会儿就黑了。我看咱们赶紧走吧，今天晚上就在我那儿歇一歇啊，明天我带你过湘西，咱们一块儿去见耿老爷。耿老爷是好人，他对你挺上心的。真的？你看我还能骗你吗？耿太太也是好人，你再求求他，留在耿家一准没问题。求太太？关键是耿太太，只要她答应，耿老爷没问题。花根儿，哎，来了。愿不愿意去耿家？愿意就赶紧上花根儿啊。我知道耿老爷和太太都是好人，那我更愿意联络他。哎呀，耿家多大的势力，他们怕谁呀？你那天不都看见了吗？谢了郭掌柜，我就在这里等蒋克如来吧。哎嘿，我就跟你说实话吧，蒋克如他现在在我家呢。
他正拿枪逼着我女儿三伏呢。你要不去，你要不去，我女儿就完蛋了。我还以为你可怜我。哎呦，谁可怜我呀？我好端端的女儿啊，拿枪逼着呢。你快点跟我走吧。哎哎哎！站住！郭掌柜，你们要干什么去？站长吩咐，带人替你看着郭靖。哎哎，不能去，不能！回来！掌柜，快回来！这就是，那咱心的